马上介绍第一个团体，要演出的团体是五条人。三金挠心华，这个是中里河的那个立山农场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人物哈，是一个巡山员叫挠心华。然后我们今年计划要出版一张那个中里河的文学的音乐专辑，然后这次的作词者
哦，都跟美浓有很大的关系。中里和的中里和的两个儿子，就铁明老师还有铁军哥，还有高雄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诗人叫做曾贵海，还有跟我的搭档，原先的搭档钟永峰。然后这首歌《三更挠心华》是这首歌的那个歌词是钟铁军写的，他这里面的歌词是讲到这个三更呢很会从河里面捉食物出来，他说竹帘里雕饼塔名路满庸俗趴等宠追猛猛以黑三更扭刑法。哦，这里面跟河有关哦。好，河流里面其实也是给我们在很艰苦的年代是补充蛋白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鱼虾哦，就是我们那种发育期间要成长的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哈。那河流曾经提供我们这些东西哈。那我们唱这首《三更扭刑法》。嗯，叫什么呢？啊，这首歌我想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哦，好不好？哦，我们很难得一起唱歌嘛，很久没一起唱了嘛哈。OK。来，一样哈，我前面唱一句，后面跟着唱一句哈。刚刚你们唱那个勾摆勾摆很小声呢。OK 哈。用心法，最无涯，作双生。都是三个字哈，我们再一次好不好？我只有听到一个人喊很大声了，好像是李老师当主持人很大声啊，大家声音要比照他的那个声音呢，好不好？哦，冲过太长啊，好来，流星法最猛啊，作松蛇地卡帕。好，我们就四句一个系列哈。OK， 好，好，那我们就唱这首《三更扭刑法》，三更挠心华啊。用心。
中铁军在哪边？铁军哥，你来呀！哎，我们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坐直的中铁军啊！啊，当上归上阿老太家来合唱一条，阿新做歌诶，哈。大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夜晚哈，来再一次朴素重赏的感谢我的阿童，哇，谢谢大家，明天黄蝶翠谷，大家一起相见，拜拜，谢谢，拜拜，谢谢，感谢。